谢谢。谢谢亲爱的朋友们的热情掌声，感谢大家。还有热心的观众朋友们送来礼物，对了，让我特别的感动啊！只有两个送礼物的啊。据我所知，现场坐了好几千观众啊，有两个送礼物的啊。想清楚吧。特别的感动啊，感动感动。感谢大家，感谢感谢。我们来到石家庄演出也不是第一次了。对了，我之前几年跟我师父来过。然后去年还是前年，我们两个在这儿。前年。在这儿演过。对。这个剧场是第一次。体育馆。体育馆比较大的一个演出场所啊。我很喜欢，我很喜欢。现场坐了好几千观众，你们好。好。哇，那么远，那么远还有人，这真是。谢谢谢谢你们，哇，三层，真的，你们坐那么远，你们是真的没有钱吗？对对对，你要这话问的，有钱不就送礼物了吗？不是，你喜欢我，你应该买前面的票啊，怎么坐那么远？哇，你们都是喜欢相声吗？啊，哇，第一排有一个美女，好美，哪儿呢？最好的礼物。感谢你坐在第一排啊，那是那是，特别的养眼，谢谢你，谢谢你。我住在那个，他在我隔壁。不跟大家开玩笑了。哎，石家庄演出，心情十分的开心，十分的激动。先做一个介绍吧。好，我是相声演员小岳。哎，这是我的搭档，我呀，啊，叫做孙越，哎，是我，孙老师，特别好，我还好，特别棒的一个演员，哎呦，您捧我了，博学多才，哎呦，不敢当啊，真的，才高八斗，嚯，大学毕业吧？是是是，我们后台其实好几个大学生，有不少，什么于谦，于老师啊，北电的，北电，哎，北京电影学院，哎呦呦呦呦，导演系，对。学导演的啊，学导演的，天天导演，天天导，打就导演，行吗？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天天导这眼呀、啊，这两堂课不就瞎了吗？不是导演吗？打导演自残，你这叫，人指导表演，指导表演，哎，还有高峰，高老师，什么天津大学的？对了，天津大学水产系，哦，学海鲜的，研究螃蟹，研究大虾呀，哎呦呦呦，就这个，是是。孙老师了不起，我怎么了？什么大学？告诉我们。农大。农大，亲爱的朋友们，楼上楼下好几千观众都听见了，听得清清楚楚。是啊，音响效果也不错。没错。农大。农大呀。农大，你应该挤一挤呀。我。对不对？农大，你不挤的话，流到血液里头，到时候呢，脸就肿了，知道吗？肚子就大了。不不，去年是肚子大的事儿。您别胡说八道啊！啊，哪个农水的农啊？不是农吗？化农？不是那个农，农业大学。农业大学，哎，什么园林设计呀？对对对，土木工程啊，土建维修啊，就研究这个。是是是，了不起。您客气。哪天吧，小孙。啊，什么小孙呢？小孙哪天上我家？怎么了？我搞一搞你。你搞，好不好？你看我洋溢着笑容。到时候我用我的热忱，我这，你太热诚了，有点。不是您干嘛？不是你们还有这爱好？现在，那搞一搞我，你要干嘛你？弄一弄你。比那个还露骨呢。我可能说的比较含蓄。没有、就是、啊，您这够直白的了，这个。不是你要干嘛呀？教一教你。教一教我。对六。教我什么呀？文化。谁呀、啊？我不是您等会儿吧？这一上场，我是大学生。对，那个高峰、那个于谦，这都不如我。我有文化。不是你要教教我？对，那这么说，你比我有文化呀？你看出来了？我没有，我连男女都没看出来呢。其实你看出来了，我看出什么了？你有什么文化？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你甭来这套啊！还说歌词呢，还不是？哎，你要教教我文化。哎，你什么大学呀、啊？
那是我的骄傲。我听见什么了就骄傲了？那是我的骄傲。不是您什么大学？您说，我是什么大学啊？你躲开，躲开啊！我悄声地告诉你，我不用，你大声说出来。我怕我说出来吓你一溜跟头。您放心，翻不过去。就这么自信？那是，我不是没试过。我是北大的。哎，谢谢谢谢，感谢我的同学，谢谢。这起个哄的同学了，这不？是什么大？你为什么那么笑？有点嘲笑你的意思。不是你什么大？北大。北大，北京大学。可以，可以。我让你挑呢，我让你。我没挑啊。你哪？北京大学当然是一个好学校。学府啊。北京大学，我从那儿路过过。你我还在那儿住过呢，知道吗？路过管什么用啊？不是北大。我们哪大学？不是北大，不是北京。哦，北京医科大学。那医科大。北大，北京邮电大学。那叫电大。怎么电死你了？怎么还电大？这北邮吗？这不是。哦，可以，还电呢。气氛稍微有些尴尬了啊。那是你闹啊。不要再问了。不，那聊天嘛。那北京联合大学。你嗓子狗呢你这儿呢。这个。不是你这怎么地打的什么大学我哪儿。我还我哪儿我蹲都费劲我。你让你卧哪那么开心干什么？还卧哪？我还得你看你开心的，你人真的废话，怎么难为人吗？这不，站起来！哎，你看多听话！废话，压根儿没坐去。不是你什么大学啊？你说没上过大学，怎么了？干什么？你我骄傲了吗？哎，我自豪了吗？你还不害臊呢？没有上过大学很正常，对不对？哎呦，没上过大学的人多了。怎么了？在座的有没有没有上过大学的举手？我看看。你看，哎呦呀，多丢脸！你看看，哎呦，没上过大学都买头根的票是吧？上学有什么用？这是。不要瞎说。你甭拉帮结派，知道吗？不是你大学没上过，你教我什么文化呀？教你什么文化？不是你高中上过吗？高中的上过。哦，高中上。高中要是没有上过，说相声那算诈骗，知道吗？大学没上也算了。啊？大学没上也算了。您哪高中啊？我听听。就是啊，这样吧。哪样吧？我说相声就是诈骗。这年头啊，就这么坦诚的人少，是不是？那是，换句说不要脸，知道吗？这就是，我就是诈骗了。退去啊！这么大气的吗？售票处早就收了，知道吗？知道没地儿退啊？不可能退票，就是高中没上过，没有。那初中总得上了吧？初中得上。初中要是没上，说相声那算诈骗。您已经骗过一回了。您初中在哪儿上的呀？我听听。初中啊，是在一个、啊、什么学校？一个美丽的小山村。哦，山村。哎。哪儿啊？我的家乡在河南。啊，这我们都知道。哎，我就在那儿上的初中。初中什么名字呀？什么名字啊？几中您有名儿啊？我们能查档案，能调出你档案来的啊？岳家村一中。去哪吧？岳家村啊？你们家不是岳村集吗？嗨，无所谓。岳家村一中就是哎，那个人，你能？你是不是夸我胶吃多了？啊，不是，对，
老跟嗓子狗似的，你看，一点都没用。就是你别就是了啊。上没上过初中？我初中上了没几天。啊，初中几年？对，初中一般上几年？我记得初中三年嘛，干什么？没有没了了。刚刚问底来了，这是我的专长。我就卖着票呢，我在这儿。头一个节目，好家伙，你问我底儿掉，你干什么？一点脸不给了，一点脸不给了，真让我退票啊！咱这不是聊天吗？你嗓子裸着跟嗓子狗着，你想我怎么不要脸呢？你本来就不要脸呢。你甭说这个吧，但凡要脸，你早就逗哏去了，是不是？但凡要脸就逗哏，不是这话吧？啊，不是，你初中三年，你上多少年？我上了。你上了几年？我听听。两年。有没有调戏老师被人开除了？怎么了？干什么？没有没了了？是不是没有没了了？调戏老师，初中上两年，十几岁啊？啊，十几岁就调戏老师了？初二调戏的啊？十三岁？你等会儿不对，被老师开除了。你等会儿，到现在我还记得他。你没记得他？初二应该是十四岁啊？那就十四岁，怎么了？我这个人好说话，你太好说话了，你。不是您初中到底上没上过？上过上过，虽然学历不高啊，啊，但是我辍学以后，我经常的学习。辍学以后，对，经常的学习文化，还学习学习咱们中国的知识。哎呦呦，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那不假，尤其是中国的文字。嗯，我问你一个小问题，什么问题？中国的文字是谁造的？哦，谁造的字儿？这个问题高深了。不高深。嗯，您撞在枪口上了。您知道仓颉造字，孔子留书。仓颉造字，圣人留书。没错，说的没错啊。嗯，仓颉造字是。亲爱的朋友们，嗯，仓老师怎么那么大的能耐呢？对不对？仓老师怎么会造字呢？对不对？我估计可能要没有仓老师的开导，你也调戏不了老师吧？啊？怎么了？什么叫苍老师啊？苍老师吗？您说那苍老师男的女的呀？女的。男的呀。仓颉。仓颉，那仓颉的大地那应该叫中国的文字。对，仓颉是古代劳动人民留下来的成果。哎，我经过我的研究发现啊，中国的文字有的合情合理，有的不合情不合理。哎，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就您这初中没毕业的学历，你还说汉字不合情不合理？对了，你有点胡说八道。你听我慢慢给你讲。你说说我听听。合情合理的字啊、嗯、上面一个小，底下一个大，念什么？尖。尖，说的没错啊。嗯，尖，合情合理啊。底下大上面小。哎，尖，一个三点水，一个少，念什么？沙。水少了，沙子呈现出来了，很正常。哦，合情合理。但是我觉得有的字不合情不合理。您说说。咱比如说。比如说。左边一个人、啊、右边一个人，底下一横，念什么？从啊。从，丛林的从。从啊。我觉得不应该念从。为什么呢？应该念床。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人，底下一床，你看。也可以念炕。您说的还是仓颉吧？仓颉，仓颉，仓颉。我再问你，上面一个千，千，底下一个李，念什么？上面一个千，底一个李，重啊，重啊，重重。上面一个山，底下一个山，念什么？出，出。哎，亲爱的朋友们，仔细想一想这两个字，嗯，错了。怎么错了呢？千里为出。二山为重，千里为出。对了，走千里，出门走千里，才先出门才能走千里。哦，千里为出。是啊，上面一个山，底下一个山，山是最沉的。哦，二山为重，这是劳动人民当时你混了，你脑子稍微一混淆，他就把两个字弄反了。你等，知道吗？你等，这是我的研究，岳老师，总结，岳老师。就是您这么一听啊，您这还挺有道理。当然了，但是就这个重跟这个出这两个字呢，我这也有点解释。
因为我瞧过那个古文书上说过这俩字儿，是吗？您看我的解释对不对啊？好，我听一听。为什么叫千里为重？你想这人啊，走出一千里地去了啊，这人得累成什么样？他拿什么都绝。那千里为累，对不对？为累干嘛呀？我这个人好糊弄。我甭糊弄，像话吗？都这千里就是为重，走出一千里，人累的都不行了啊！你手里拿一根羽毛，他都嫌沉，他都嫌重，这叫千里为重。二山为出，二山为出，你在这个山。你那边有座山，你都过去了，迈过后边那座山了，你这不就出去了吗？二山为出，我看你都没有掌声了，天哪！那我们的解释对、啊，解释半天连掌声都没有，真有意思。您也没有啊，您这失忆了。我这个人尴尬习惯了，啊、哦、对，那时候我们还要脸。我再跟你说啊，不是我这是对的，你好好好，无所谓无所谓。什么叫无所谓？中国的文字，有的音同字不同，是吗？有的字同音不同。哦，有的时候一个音能写出很多字。哦，对不对？同音字。哎，有的一个字念很多音。哦，对吧？是啊，这是中国的文字。哎呦，但是据我所知，据我的总结啊、新华字典上只有一个字，只有那么一个字。一个字啊，一个音，就别的没有，别的再也找不到了，是吗？对，一个字，一个字，一个音，这个字是命，命，生命的命，因为命只有一条，能写出命字，还有别的字吗？命，写得出来吗？哦，就这一个字，还有别的音吗？哦，您说就字典里就这么一个字，就这一个字，我研究过，我总结过。哦，就因为是命只有一条，对，这命字就这一个音，对，不对吧？啊，你不要说话，我什么都不要说话。亲爱的朋友们，你等等，这是我的研究，我的总结。您休息一会儿。不，说什么呢？这不对吧？怎么不对？不光这一个命字儿，还有什么字？我觉得好像就是我琢磨的这个死字儿也是一个音吧，因为死也就死一回呀、啊。三声死死就有一个字一个音吗？对呀、啊。你回北京吧。我什么叫回北京？昏倒了！京师高速，赶紧走！我怎么就走啊？现在就回去！您这研究不对，知道吗？这个啊，甭糊弄事，知道吗？这玩笑啊，各位！我哄孩子玩儿。我这个人就好开玩笑。哦，我真正有能耐的。您说说什么能耐？吟诗。哎，怎么了？哎。不是这么好几千人，您说这干嘛？还有孩子呢？什么叫吟诗？吟诗不是你自己的这个爱好，你别跟这儿说着呢。什么爱好？你说你就快诗前面那个是吧？吟啊，对我就好吟。这臭不要脸那个，你看不是您别唬这吟，这吟不好。啊，不是吟怎么不好、啊？我这么问你吧，您这个吟字是怎么写、啊？你看那个没有文化的样子，你看。现在没有文化。银、一个三点水，就这个。就哪个？就哪个？就三点水。一个三点水，一个今天的今。哦，一个今天的。你是不是有点养过口啊？你。哎呀，突然间气氛很尴尬，就是这边反正是一个今天的今，银哦，这边是个口字，对，口字边，口字边一个今天的今，银荡银、哎、银唱的银，什么都能拐那唱的，银唱的银，虎啸龙吟，对了，哦，吟诗，吟诗，当朗诵那么讲，对了，哎呦呦呦呦，还有我写过很多诗啊，是吗？嗯，你什么写过什么？写过很多诗。你今天我媳妇过生日，我还发了一篇微博呢，那都是我写的诗。哦，哎，对吧？
哎，那除了给媳妇拍马屁，这诗还有什么别的吗？那就没有了。哦，这个气管炎就是，还有答对，什么春联、写对联、做对联，这都是我喜欢的。就您这初中毕业，您还喜欢这个呢？这怎么了？吟诗答对啊，写对联儿。你看那个嘴撇的，吟诗答对写对联儿。不是，您那什么文化水平，我们又不知道。你说你站台上吹这牛干嘛？你还写对联，那写对联的规矩你知道吗？当然知道了。不是你知道吗？你说上联是一个字啊，下联就得一个字。对字对字。上联是两个字，下联就得两个字。啊、对呀、啊，上联是一万个字，下联就得是一万个字，这是规矩吗？对不对？一万个字啊！我们家里多高的门框啊！这。你贴两张同样的报纸啊！我们家改读报栏了，你知道吗？什么都是一样的，对不对？光字数上的要求没用啊，还有韵律的要求。当然有了，您知道吗？天下无雨不成对，这是老话。天对地，嗯，雨对风，是大陆对长空，嗯，雷隐隐，雾蒙蒙，开市大吉，万事亨通，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仄仄平，这是规矩啊。有点能耐呀、啊，哪儿不对了？可以啊，就是，哎，那这么说就是说，您这个做对联就是别人出上联，您对下联，对呀、啊。啊，就是谁都能出上，谁都可以哦，谁都可以，你也可以，啊、哦，我也想。但是你是我们人类的朋友吗？对不对？我还是狗啊，我，我们人类的朋友了，我改，啊，你是我们大家伙的朋友吗？我就是人，你说清楚了。对，就是人，就是人。你给我洗脑了，就是人。哎，对，斩钉截铁，我是个人，我有身份证。啊，雨天争雨地争呢，您那等等，就我出这个上联，您就能对是吧？能。哦，刚才您说的就是这个一个字就对一个字，一个字我给你对一个字。哦，有这能耐？那有。那我就给你出个一个字的上联，我给你对一个字的下联。您听我这上联，我这上联是上上。嗯，我给你对不上啊？哎，对，等下趟是吧？公交车是不是？那不上。干嘛的？我一个字对一个字啊！一个字对一个字儿。嗯，上，我给你对下。哦，上对下。上对下。哦，忐对忑。忐忑。阿对欧。哟，阿斯都对阿斯都。俺燕阳。知道吗？没少听歌儿，还是。上对下。哦、上对下天对地。啊不。雨对风。我没问。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开市大吉，万事亨通。我没有问候。平仄，平仄，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仄仄平。您呀，您听清楚我的问题，我没有问后边，我就问你上来的上对下。哎，对对对对，天啊不地。我习惯了，我没问后头啊、哦，我习惯了，就是上对下下啊好，那您听我这上联，嗯，我这上联是天，我问这干嘛？我天对地，雨对风，终于问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开始大吉，万事亨通，平仄平仄平仄仄平。这是掉坑里了，看见了。我多余问。石家庄的朋友们，好有文化。啊，人学历都比你高。嗯、第一排有个大爷一直没有笑过，是为什么？是不会写仄字吗？您甭说这个。是在研究命字吗？您甭说这个，就天对地就完了哈。我都多余问他，我告诉你，我这嘴也欠了。啊，天对地哈，您听我这上联，我这上联是盐盐，嗯，盐对醋。哎哎，
就这么耿直，你别耿直了你。你给我解释解释，这怎么对着了？盐是咸的，对呀、啊。醋是酸的，哦。咸应该对甜，对呀、啊。盐应该对糖，是。但是糖不工整，没有文化。盐对醋，我就干的对稀的。对，盐对醋，哦，盐对醋。天，我没问题。雨对风，行了，大陆可以对长空，那么品的。雷隐隐，雾蒙蒙，开市大吉，万事如通。这名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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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名字。大爷笑了，大爷笑了。那个岳老师，咱商量商量行吗？就后边那些零碎咱不要了。后边零碎不要，大爷怎么笑？大爷爱听零碎的吗？哎呀，我说什么上来，您对完就完了啊！行，不用往下说。好啊，您说这个盐什么盐对盐对醋，盐对醋。嗯，好，您听我这个，我这上联是好，好，嗯，好对歹。什么叫歹呀、啊？好好歹歹，好人歹人。哦，歹徒的歹。对了，好好歹歹，好歹咸鱼，好歹。哦，好对歹。嗯，好对歹、哦、天。天累了，嗯，休息休息啊。哦，好对歹，嗯，那我这上面要是是呢？是，嗯，是对炮，是怎么对炮？你知是为挪炮，是对炮。哎呦，吓着了，你看到吗？哦，是对炮。对了，哎，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对子上联啊。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对子下联。我这是上天。言好事，我跟你对回宫降吉祥。您不是这么对，这是造龙对。没有没有。腊月二十三，哦呦呦，祭灶的时候，可以的可以的。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袁老师，打住！您不是这么对的啊！我说上天要您对的什么呀？我说上您对的什么呀？上上对回，上对的什么？回下天呢？地言呢？醋。好呢，来是呢啊！上天言好事，下地醋逮炮，什么玩意儿？这叫会不会有能耐没能耐呀、啊？一下地呀、啊，醋把那个炮给逮着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然后炮就崩了，哎呀哎呀，就酸炮，酸炮！你少看那动画片儿，这赖谁？赖谁呀、啊？赖你？怎么赖我呀、啊？对对联有一个字一个字崩的吗？不是你，不是你有能耐吗？你最少得俩字啊，仨字啊，一排字啊，对不对？还一排字啊？那您给我打个样呗。我给你打个样啊，我给你来好的啊。您出去，我对我看您有什么学问。哎，我给你来好的。你来好的，就你，你不一定猜得上来，对对，对得上来。是，你要说天，我就抽你，信吗？天，冲我来。我都怀疑你在初中我都没上过啊！脸为什么这么大？臭的呀！啊！哎呀呵，得了理了，我告诉你，你脸好的呀，上联啊，三四五六七，三四五六七，一顺儿啊，顺儿、啊，我给你对。十勾大挂枪，我这封顶了。你应该对四五六七八。那凭什么对五六七八九？凭什么呀？十勾大挂枪封顶，同花。来，来，炸死你啊！上联，说，魑魅魍魉。魑魅魍魉，哎，很多人纳闷了，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西游记》看过吗？主题歌《魑魅魍魉》，怎么它就这么多？魑魅魍魉四个字，每一个字都有鬼，四个鬼，俩炸，炸死你！你看，魑魅魍魉，
每个字都有一个鬼字儿。哦，这是四鬼俩诈。我跟你对哎，我跟你对四大天王，四大天王不行。四大天王，刘德华、李敏，不是这个，庙里那四个，有学问没学问呢？我想想想想，吃面条。哎，我这有了，嗯，听我的，我给你对啊，琴瑟琵琶，我，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哎，先别鼓掌，先等，先等，说吧，先等，我问你一句，琵琶我知道，啊，琴瑟是什么？怪兽是不是怪兽？哎，这四个字你认得全吗？啊，怎么解释？怎么解释？我告诉你，琴瑟琵琶这四个字，每个字的上半部分都是两个王。我这八个王，我四个这。可以呀、啊，那是。来，初心，来，有能耐来。来，你把玉皇大帝请出来，来，八个王，那怎么了？四个炸窝，我天哪！我这四个二都不行了，多新鲜呢！好，说个别的啊，来，好的，绝对你还绝对儿，哎，闹笑你，绝对儿，尿笑了，听这个啊，来，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上海自来水来，您这水没法喝，咸的。人家上海，注意细节。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从这边看，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从这边看，也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这是绝对的。哟，有点能。琴瑟琵琶四个炸。上海自来水来自海，有了。什么？你听我这个，你把这上边的说一遍。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你听我这下联啊，山西运煤车，煤运西山。你回北京？哎，我怎么老回北京了吗？我非得死在北京去吗？我跟你说，哎，就这样上联，我出一个你也不行。没那个，没那个，没我不会的。听我这个，我这上联是。啊，黄山落叶松，叶落山黄。来，我跟你对。嗯，上海自来水来自山西运煤车，来回用啊。这仨对联斗地主呢，对新的。嘿，你再说一遍。再说这一万遍你没戏啊。听这个啊，听着，黄山落叶松，叶落山黄。我跟你对。嗯，13800000831。谢谢。那我要说13700000731呢？我们对13600000631。13500000531呢？13100000131。哦，130呢？那是联通。我给你数电话号码来了。不是，你有没有这能耐？你有没有能耐啊？不，这么着吧，行吗？就是我虚点心，我请教你点问题，行吗？哎，好好，虚点心。那是。哎，我问问你啊，就是我一看你有能耐，行吗？当然有了。是有能耐吧？嗯。那我就问你啊，我要是一这个说北，您对什么呀？南。哦。东呢？西。上呢？我给你对回宫降吉祥。又一个字一个字烙病根了，这是啊，就是北对南，东天遁地。不不，没问这个。雨对风，我没问。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开市大吉，万事亨通。咱歇会儿是吗？平仄，大爷。您都折腾完了。
哎，您听我这上联吧啊，我这上联有了，您听我这上联。您说，您拿着耳朵听清楚了，立起来啊。好，听着啊，我这上联是：北雁南飞，双翅东西分上下。你他妈全占了你！来，你不是有能耐吗？上海自来水，去去去，除这一个没别的了，幺三八，去去去，他妈最后我输到联通手里了，我一会儿。你再说一遍，再说一万遍你没戏呀！听清楚了啊，说北雁南飞，双翅东西分上下。我跟你对，嗯。南雁北飞，双翅西东分下上，我是仰飞。我是往回飞，我不去了。你返回呀、啊？掉头啊，各位！玩去，掉头就仰着飞呀、啊。那掉头可不掉头吗？你连身都掉了，知道吗？没有这么快，那不掉下来了吗？那不就我不去了。你是不去了，你也别回来了，你死半道了，知道吗？这边也暖和。没有啊，不行，你自己找，知道吗？把我们这反过来管什么用啊？真是的，我给你来一个啊，你有没有能耐？来，北雁南飞，双翅东西分上下。哎，好脑子。我问你对，嗯，前车、嗯、后折，两轮左右走高低。我这是北雁南飞，前车后折，双翅东西，两轮左右分上下走高低。嘿，有点学问呢啊！你再说一个，我再说一个。哎，这么着了，我跟你说一压箱底的绝对怎么样？只有绝户，没有绝对。哎，这叫什么话？这叫扎心。天下无语不成对，听那么扎心。天对地，行了，谁问？您听我这绝对啊，我这对的上联是：吃蟹不足，吃蟹足，吃足仍不足。完了吗？完了。听我的，您来。我跟你对，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五斤塔嘛。绕口令。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了个喇叭，说提了塔嘛喇嘛，想着塔嘛换，别喇叭哑巴的喇叭，别喇叭哑巴不愿意拿喇叭换，提了塔嘛喇叭的塔嘛，提了塔嘛喇叭急了，拿塔嘛打了，别喇叭哑巴一塔嘛，别喇叭哑巴也急了，拿喇叭打了，提了塔嘛喇叭一喇叭，说也不知你拦着我点儿啊你。我拦得住你吗？你跟让狗追了似的。狗追我可不害怕，老嗓子这玩意儿干嘛你？我没跟你说绕口令，对得上联。你说的不是绕口令吗？不是绕口令，怎么那么些蟹，那么些足啊？这个啊，这是本人的实事啊。我听一听，我给你讲讲啊。啊，去年八月十五，逢八月十五呢，就是吃月饼、喝黄酒、吃螃蟹，嗯，就河螃蟹。我母亲你也认识，你也知道，我知道。我妈呢特爱吃这河螃蟹，哦，我就给我妈买这么一篓河蟹。哎呦，您听着，这螃蟹蒸完了以后呢，咱大家吃的都是先吃这蟹身子，嗯，最后再吃这蟹腿，这蟹腿叫蟹足，嗯，把这蟹腿掰着搁桌子上吃这身子，嗯，身子全吃完了，嗯，我妈觉得不够啊，哟，那怎么还想吃？一看哟，还有这蟹足呢，把这蟹足全都吃了，嗯，全吃完了还不够，就是这对子上联，您，嗯，听清楚是不是这意思啊？嗯嗯，说吃蟹不足，吃蟹足，吃足仍不足，真好，真好啊！怎么样？哎，绝对，这是你母亲的事儿。对对对对，啊，你通过这个事情呢，发挥你的想象，然后你就。做了一个对子的上联，这才思泉涌啊，才思泉涌，哎，写了一个对子上联，是，真好啊，嗯！如果是我的话啊，我就给我妈买螃蟹去了，对不对？我就再买一篓，什么时候吃够了，什么时候算，那是我的妈。我妈吃完蟹不足，我妈都吃蟹足去了。哎呀，我在想这个上联怎么写啊？吃完蟹足还不足？哎呀，终于对子有了，上联有了。哎呀，真孝顺呐，啊！你看，
让你这么一剖析，我怎么忤逆了呢？我回家我去给我妈买点螃蟹，你给我买点。这么着这么着，哎，你把这对联对上来，我回家给我妈跪着去，我乐意，知道吗？好好好，啊，你对上去，你有能耐你对上去，你听我的，真是，我听我跟你对，我听你们家什么遭遇？我们对，骑驴，骑驴磨腚，骑驴腚，骑腚还磨腚，这都什么玩意儿？您歇会儿吧，您。我不累。我们那都吃的，你怎么还有病呢？这里。这是我的事儿啊。什么事儿啊？前两天我去踏春去，春游。哎，人家很多人都骑马。啊，骑马。我不爱骑马，是。他也骑马了。我骑了吗？那骑了，骑了马一会儿，那个马变骆驼了，是吧？我呀。就是我原来骑的就是骆驼。我以为你骑的是马。没有，没有。没有，那马后背唰下去了，像话。我骑的就是骆驼，骑的就是骆驼。我不爱骑骆驼，也不爱骑马。那您骑？我骑驴，小毛驴。驴它那个后背上没有马鞍的呀，铲骑，它就磨我的屁股。哎呦呦呦，我这怎么办呢？是往后顿顿吧。坐驴屁股，坐到驴屁股上了，肉。没想到坐到了驴屁股上，还磨我的屁股，还磨这屁股。这就叫骑驴磨腚，骑驴腚，骑腚啊，还磨腚。你别说了。这世界很酷。出台，哎呦，这个舞台呢，这钱都不够你挣的。第二次出现在舞台上，清楚喽。换了一件大褂，是啊，刚才是粉色的，这个是蓝色的。哎，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对，刚才二位给您说了一段，下去休息一下。这场又把我们哥俩换上来了，还是我们俩。相声演员四门功课，说学逗唱，没错，样样都得会，都得行，样样都得精通。是是是，拿我来说吧，嗯，我比较喜欢的就是唱，哦，好唱，对，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别着急啊，五环之歌一唱，整场就结束了，对。我上这先等一等好吗？就是下班铃。哎，这个节目也不错，也是我们精心安排的啊。太平歌词，别着急。太平歌词听过吗？哎，听过呀。会唱吗？会那么一点点啊。又说大话。你怎么知道？不是，您这什么意思？这叫说大话？很少有人会唱太平歌词。也不一定啊。有这么一段叫做《博蛇传》，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听过没有。您唱的怎么样？我不知道。嗯，而您这文化水平可不高。怎么不高了？什么叫博蛇传呢？文人上口吗？哎呦，你还文人呢？哎，您不连初中都没毕业吗？你这老有丧着口这个。滚！那我这个白蛇传、哎、是讲究的是一条伟大的长虫。长虫啊，这都是文人的话吗？白色的长虫啊，在那转，在这，哎呦，白蛇转，一圈一圈的。您说那蛇在这转，那是贪吃蛇。你还用诺基亚呢？谁用诺基亚？我们早就 iPhone 了。我没 iPhone。4S 店出的。对了，是没有文化。您那个手机是烧油的吗？烧什么油啊？那 4S 店出的。4S 店出的 iPhone 吗？ iPhone 店出的 4S。 现在都出到5了，宝贝儿7了，还出到5了，是吗？你是不是进去了？都出到7了都。对呀、啊、iPad 呢？ iPad 5跟6快出了不都，是不是啊、嗯、还有 mini， mini 该4了吧都该。咱俩聊这个干什么？不是说白蛇传的事吗？你聊什么 iPad 呀、啊？跟我这儿，这不你抻的话头吗？白蛇传，你想清楚，白蛇讲究是四个人物。哎哎，这四个。白娘子，白娘子，白娘子，白贞素、啊。白，还有这个白贞素啊！啊，这娘们一点油水都没有。您各位听听，听听。身为一名相声演员，站在舞台上张嘴闭嘴娘们儿娘们儿的，好家伙，听得我都激动了。我你也是刚放出来，你别激动了。你白素贞，白素贞，哎，还有他的爷们，爷们呐，爷们叫许仙，许仙姓许名仙，嗯，字三多。哦，许三多呀，这还当过兵是怎么着啊？什么、啊？许汉文，姓许名仙，字汉文。哎，还有一个小青，小青，姓小名青，哎、小青。哎，胡说八道啊！
没有姓小的。没有姓小的吗？没有。小沈阳？小。人家父姓小婶吗？有的还父姓大老掰子呢。有姓大老掰子的吗？有姓小婶的吗？小青。小青。法海儿，这么几个主要的人物。这个难听哦。法海。法海儿。法海。您是哪人呢？北京的。北京人就得说北京话。北京话。北京话就是法海儿。就这么说。法海儿。哎。马去。街坊二哥。施主。啊。耍流氓去。哟。法海儿。对，等会儿。耍流氓像话。主要是四个人物，是啊，其中最讲究的还是白娘子和这个许仙的爱情故事啊，主线儿。那么说这两个人是怎么相识的呢？嗯，我给您讲解一下故事啊。这是在某一年的某一天，没有日子，白娘子在二楼梳妆打扮，二楼一不小心把簪子掉楼下了，整砸在许仙的脑袋上。许仙抬头一看，哇塞，大美女啊！就相中这个白娘子了，就上隔壁找那个小青去了。小青，小青开了一个茶馆啊。哎呦，哟，许仙大官人来了。后来这个许仙让武松给杀了，非常的凄美。但是他们得到了爱情。您等会儿，您这胡说八道，这叫，您说这不《水浒传》吗？这玩意儿，啊？哎，我记得你卖过炊饼啊。你最近不要吃药好不好？我怕毒死我。你才卖我吹，您别胡说八道行吗？我说的不是，您说那《水浒传》，你后边一说茶馆，我就刁德一要出来呢，我还以为。真行这玩意儿，您别胡说啊，《白蛇传》。《白蛇传》哎，最早有这么一本书，叫做《异妖传》。异妖讲究的就是这个白娘子的故事。嗯，有这么一个小牧童啊，牧童前去放牛，牛童在路边上发现一条小白蛇，是啊，奄奄一息，马上就要死了，要嗝儿。小牧童心生怜悯啊，把这个小白蛇弄家去了。怎么吃的？您先薛飞等一会儿。薛飞是谁？你爹。不会聊天，这人不会聊天，你听谁不会聊天啊？谁不会聊天啊？这啊什么？你甭老撞你呀！怎么了？你是动物园出来了？怎么了你？我说这个小白蛇伤治好了，养肥了，再吃啊！你就知道吃，就知道吃啊！废话，你那能干嘛用那玩意儿？放回了峨眉山，放生了，放生了。哎呦，等到1000年以后，千年。小白蛇修炼成仙，蛇仙儿带领着自己的妹妹，妹妹，妹妹，你恶心死我了！你哎，就你那不嫩，妹妹啊，带领着自己的妹妹，然后下山说你比我稍可爱，下山来啊，去你的，谁不会聊天？寻找自己的爷们，啊，带着妹妹，恩人。哦，在哪一天呢？在清明节这一天，过好日子。您再薛微等一会儿。老有这薛微啊。薛微是谁？你甭来这一套。你们家清明节是好日子呀？不是，您琢磨呀，这清明节不是好日子，国家给3天假。国家给假就是好日子吗？给假就是好日子。你给你爸爸上坟去。你给你爸爸上坟去，这不是打比方吗？你们拿你爸爸打比方。我爸不乐意。对了，我爸爸乐意啊。你是捧哏的？没听说过。你挣的就是死爸爸的钱？没有。好，捧哏挣那点钱，把家里都得搭进去。你着什么急？人于谦祖宗18代死光了，人家说什么呀？废话。于谦祖宗18代死光了，那是真的呀。我们在这活着呢，你看。咱比如说，你给你爸爸上坟，你放最炫民族风啊啊！好，爸爸你听个歌吧，一放《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爸爸，国家放假了啊，3天假，谢谢你啊。谢我爸爸干嘛呀？
坟头带裂的。清明节这一天啊、哦，在杭州的西湖边上，哦，游玩游玩踏青。对了，许仙也上那儿去了。许仙，许仙是谁呀、啊？谁呀、啊？就是那个小牧童。哦，十世投胎，投胎转世，嗯，变成了许仙。哎呦呦，在清明节这一天，边走边唱，啊、还唱呢、啊。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嘿，唱这么一段。别黑了，别黑了，嘿。胡说八道，那许仙能唱这歌吗？啊，怎么了？怎么了？这歌是许仙的吗？啊，怎么了？这不是阿牛唱的吗？许仙原来是什么？放牛的。对呀、啊，都是有渊源的。您这个故事这么烧脑呢？嗯。哎呦我的天哪！山顶上啊，白娘子寻找自己的恩人。哦、哪一个是我的爷们、哎、恩人哪一个是我的恩人哎人猴呢让小青看出姐姐的意思来了那是听出来了原来我的姐姐在找爷们找恩人恩人小青懂法术那是手掐诀口念咒霎时间云掌西北是雾奔东南啊小雨儿淅沥沥沥就下起来了呼风唤雨吗一下雨不要紧许仙得回家呀、啊、是啊引出来游湖借伞啊这有没成想嗯白娘子和小青已经在床上等着呢。我、啊哦、在床上，三个人，这算是相识了。嗯、那个，你看的哪一版？你借给我看看。我也开个心，我也。我看的是装订版。那怎么还要写？是写着在床上等着？谁说床啊？什么耳印？你说的船。吃汪船吃汪那不还是船吗船船船对就是你那个船就是没有腿儿了嗯也不是有没有游湖借伞你看有那么首歌吗有什么啊啊啊西湖美景三月天嘞三个人认识了您这都是看书看来的吗是是嘿三个人回家结婚生孩子哎过去过去过去这仨臭流氓这玩意儿仨人结婚生孩子讲话啊白娘子哎和许仙结婚生孩子没小青按说他们的生活应该是很幸福很美满没错其实不然怎么呢当中有人破坏谁呀金山寺老法海耍流氓那个哎呀这个臭不要脸我跟您说呀人招你为什么破坏人家为什么呀过去的人都迷信嗯家里有人有病了有灾了不去瞧病那是金山寺法海这儿烧香祷告求神去老法海指着这个捞外快要香火钱自打白娘子去了以后嗯开了一个药铺叫保安堂对乡亲们是奔走相告怎么呢这个时候白娘子治好了我的牛皮癣都不要钱那个时候白娘子治好了我的白癜风都是皮肤病有人说白娘子治好了我脸上的脚气这个遗传是十传百病再也没有人不要传了您等会儿吧治好的脸上的脚气对那玩意儿我得脸上的吗怎么了这脚气得脸他让人家踢了一脚踢了一脚隔着鞋呢传不上澡堂子里踢的哦这个钱勇来的可能是啊、哦、给他抹了一脸达克宁哎呀好了大娘也是白娘子的乡亲们是奔走相告是是是再也没有人去金山寺法海这儿烧香祷告没人去了老法海指这个老板快呀是啊这掐着一算这怎么回事啊掐着一算没有人来了是啊哎许仙来了怎么许仙送上门了还愿来了还什么愿呢以前的生活特别的凄苦哦最近的生活怎么突然间好起来了呢有媳妇又有一个小青丫鬟对去还愿去了、哦、让老法海给拦住了法海这是和尚都这样双手合十嘛这位施主嗯且慢行是怎么了你看有功名在身的人呢据我所知、啊、哈哈你娘们儿是个长虫这都是和尚的话呀许仙听急了那还不急了不是你这怎么说话怎么说话呢啊你娘们儿才长虫哎对对对对这一文人跟一和尚啊施主
我没有娘。哎，对，他是个和尚。但是你娘们真的是个长的。就别说了，长的就行了。他在缠绕你。哎呀，他在缠绕我啊！我愿意。你死不死你？他在吸你的阳气。哎呀，我愿意。哎，对，好家伙，他真的是个长虫。怎么呢？他是个妖精。哎呦，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啊，施主，哎呦，我这儿有一瓶雄黄酒，对对对对，回家让他喝喽啊，他就会炫原形。炫原形，咱家都谢。许仙是半信半疑。是啊，而这酒不要钱啊，得了，拿家去吧。不要钱就拿家去。引出来五月端午饮雄黄，误饮雄黄，白娘子误饮了雄黄酒。是是是，变成了一条巨大的长虫，唰就变形了，大长虫，啊，胶卷反了，当时把许仙给吓死了。是，许仙一想，哇塞，还真大，啊，死了。好家伙，没见过这么大个儿。引出来仙山稻草，盗取灵芝仙草，把灵芝草倒回来，嗯，把自己的爷们弄活了。是是是，许仙醒了以后，哎呀，哎呀。我再唱两句，你等会儿吧。刚活着唱两句还得唱两句。哦，唱什么呀？哎呀，哭了，许仙哭了，哭了还得。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哦，清酒酒。让我依依不舍的，啊，不止你的温柔。哦，这是给白娘子写的。一路。还要走多久？你牵着我的手，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真没想到啊，这歌应该叫白蛇呀，挣扎的自由。哦，许仙就走了，干嘛去呢？二一次来到金山寺，又上庙里找到老法海。啊，老法海给拦住了，又拦了，哎呦，又来了，嗯，施主，来啦！这和尚老是耍流氓这劲儿，来啦，来了，嗯，我说的没错吧？哎，嗯，是长虫吗？别问了，嗯，是，承认了，长吗？管着管着，人家媳妇儿，你问这干嘛？哎，这这这，您胸没错。白吗？流氓！行，白。行了，你别回答了。行了，别走了。嗯，在我这儿待着吧。留到庙里。留到庙里了。是。许仙就没走。哎呦，一天没走没关系，两天没走也没关系。啊、嗯。到了第三天，想念自己的夫人。三天想媳妇儿。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呢。怎么办？啊，烧香祷告。啊，在庙里。前面有尊大佛。是。许仙往这一跪。啊，唱上了。又唱啊，我们还能不能能不能再见面，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愿意用几世换我们一世情缘，希望可以感动上天。许仙呀，能快出专辑了，估计这点歌够了啊。这儿求佛呢，是。但说白娘子那儿，是。这怎么回事啊？学没学吗？啊啊！我爷们去哪儿了？又想想吧。不行，我得掐尾算一算。我得掐尾。哎呦，这个娘们儿心怎么这么宽呢？啊？怎么了？自己老公都没三天了，你有法术，你算的还得吃完饭算。谁说吃完饭了？你说的吧，掐尾，上海话，对不对？掐尾就去吃饭，吃完饭。我一北京人，我说什么上海？你哪儿北京人呢你？我是石家庄人，我说什么石家庄的？你还往那边走呢，知道吗？我一河南人，我说什么就上海话呀、啊？你说的吗？掐尾，掐尾，掐尾巴，就那根棍儿。对呀、啊，那有什么可算的呀？不行，我得掐尾算一算。哦，把这尾巴拿过来，发报呢。
看出来了。哦，这怎么了？串脚气似的。小青儿，这是你的吗？这是。有。小青还疼晕过去了，截肢了还。哎，算出来了，算出来了。原来呀，在金山寺老法海那儿。哦，小青儿，怎么着？跟姐姐打架去。哎呦，救人去。带着小青来到金山寺，找到老法海，叫阵，要跟他攀谈几句。哦，聊一聊。老法海，老法海，是，你我近日无冤，往日无仇，是，你为何夺我的爷们？人家是还我的爷们，人家是囚禁，我不要做寡妇长虫，听着跟双保险似的。法海一听不愿意了，你看老是不是老端着？哎，这位女施主是。修德无礼，哎呀，此乃佛门禁地，好，岂是你撒泼的地方？没错，出去，对，出去，好，我上哪儿去？我上哪儿去？今天我要干死你！哎，这个蛇，这个文化水平很高啊！什么？你要干死我？这老和尚这么开心吗？来呀！我是等外卖呢，这发海和白娘子这就打起来了。哎呦，坏了，是打着打着坏了。怎么呢？白娘子打不过人家啊，没人厉害。不是，怎么呢？身怀有孕，怀孕了，怀着许仙的孩子呢。哎呦，这不行啊。是，赶紧喊小青啊。啊，有小青呢。小青，别玩了，别玩了，替姐姐定会儿。打架，打死他。哦，小青说了，姐姐找你的。哎呦呵，我跟他拼了，真仗义。白娘子走了。是，其实呢，干嘛搬救兵去了？什么救兵啊？搬来了五湖四海三江水。哎呦，引出来水漫金山寺。这书里有水漫金山寺庙去。白娘子生了孩子了。生了，在水里生的孩子。没错，这叫什么？什么？水产。白娘子下俩河旁去啊。水中分娩。哎，水中生产，生出一个男婴来。男孩。恰巧这个男婴啊，让许仙看见了，看见了，看见这个男婴坏了啊！我错怪我的娘子了。你怎么知道啊？他真的是个人呐？为什么呢？如果说他是个长虫的话啊，他应该下个蛋呢。你说这人需要有知识啊，这人。娘子，我错怪你了。是，带领着自己的娘子啊，还有这个小孩啊，这小孩叫樊世林，下山来。樊世林呐。啊，这孩子一钻一出溜，这孩子，许世林，下山来，哎，您等，引出来断桥相会，哎，岳老师，断桥相会，亲爱的朋友们，岳老师，咱们得唱几句，岳老师，大腕，嗯，哎，您等，我问问你啊，这是许仙啊，许世林、白娘子仨人下山了，对，小青呢？小青跟范海结婚了，断桥相会，亲爱的朋友们，您这不胡说八道？谁胡说八道？你有什么证据啊？有根据啊！你说说。法海跟小青结婚了啊，后来生了一个孩子叫海清。哎，咱们这个人是不是都这么得罪的？断桥相会，咱得唱几句。哦，白娘子啊，心里郁闷，是心里很苦闷，憋屈，自己一心一意的爱着这个男人，这个男人。不相信自己，是，他把自己心里的苦都给唱出来了。哎呦，什么京韵大鼓、铁片大鼓，都唱过这一段，都有断桥相会。要说我认为能够表达白娘子内心的，河南豫剧。在河南人，朋友们，我身为一名河南人，我捧河南戏，这很正常吧？哎，不过分，不过分。常香玉大师唱这个唱得特别好。好。台底下3000多观众全都给唱哭了。对，全都。真的，当时几年前，十来年前吧，我还小。那会儿我在剧场听这一段，哎呀，哎，听得我真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掉。哎哎，岳老师，冷静会儿行吗？怎么了又？您说这个《断桥相会》这出戏，豫剧大师常香玉，在河南哪儿？一个大剧院，大剧院。我正要问你地址呢，听说。在一个河南的一个大剧院唱这个断桥相会这出戏，台底下3000观众，全都唱哭了，全都唱哭了。这个哎，台上的声音和台下的声音，行，都很大。胡说八道，你瞒着我，聊天有聊天
指我干什么？胡说八道，满嘴放炮。谁不放？你，我告诉你，3000观众听戏都听哭了。呸！你疯了？废话，我能信这个吗？3000观众听戏替古人担忧，你说看电影哭，那没3000人都哭了的，顶多一两百人。你听个戏有30人哭，我还信？3000观众都哭了，胡说八道。我坐的靠后一些，当时我没有钱，我买的票靠后，跟咱坐的座位差不多了。我买的票靠后一些，在我眼前有很多人，他们几乎都在哭。我说呢，唱得好啊，唱得好也不能的哭啊，替古人担忧，听戏听哭了。朋友们，你要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回家上网，上网一下，断桥相会长相遇。如果你没有听哭，你找我来，我退你票。哎，真的。如果你搜不到，没有关系，你插网线。废话，干搜啊，连 WiFi， 反正能够搜。长相遇，回家搜长相遇。我告诉你，甭回家搜，长相遇在这唱我都不哭。长相遇要是在这儿唱，我就哭了。你哭什么呀？死好几年了。那完了啊，完了啊，人家口说无凭了啊。没人信，不哭啊！没有人哭，我唱一回。谁？你唱一回更不哭了。切，你哪会这个？闹！拿这个好吧，擦眼泪。擦眼泪啊？没有。亲爱的朋友们，准备好您的纸巾或者手绢。谁？擦眼泪啊，大爷。该您表现的时候来了啊！大爷一直不怎么笑啊，有哭过人家哭的，哭总可以吧？对不对？旁边的大妈是您爱人吗？哦，那还好，大妈年轻多了。那么贫呢？不是你两口子很般配，怎么了？用你说呀？他托付人家，您得哭，凭什么呀？哭一下啊！就不哭。配合一下，听相声乐来的，凭什么哭？我轻易不来啊！哎，你来以后我们就哭，干嘛呢？改清明了。哎，怎么了？有个蚊子。您等会儿。怎么了？尸体，你给我瞧瞧。没了，掉了。哎，别动！怎么了？有一苍蝇。什么呀？没了吧？就是没了，这么大一腕站台上猫洗脸儿，你要不要脸啊你？要他干什么？来，好着，你瞧我这灰吃的，你不哭没人哭。等会儿，我这可能是个痦子。哭了啊，各位，啊，配合一下啊，不哭，凭什么哭？打嘴不哭，哎，你是不是干过白活啊？你说哭就哭着了。我跟您这么说啊，我们不哭无所谓，你哭可不算。我哭当然不算了。来，咱说清楚了啊，你哭不算，我们也不哭。这样吧，啊，观众哭不哭无所谓啊，今天我把你唱哭。我就不哭，你就得哭，我就不哭，你必须哭，我就不哭。观众没有观众买票了，你没有买票，而且你在台上听相声半天了，我今天我就得让你哭。您这话说的，什么叫听相声半天了？我要听也不听你的呀。你就是离逗哏最近的观众，你给我玩去你，甭来这套啊！不哭，肯定哭，我就不哭。躲开，那边去。退去，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上面有我名字吗？Thank you.
薛薇是谁？我知道，你爹。你看，有知道的，占我便宜，你还占我便宜？你不哭可以，但是不许乐，好吗？不是我乐呀，不行，就不行。哎，那我也不哭啊，绝不哭啊，哭啊！大姐，别接电话了。大姐报警了呗，把电话给我。怎么可能哭呢？你这不闹的？就您唱的玩意儿，录像呢？是不是录像呢？取证呢？帅吗？悔不该你听信那法海禽兽，禽兽啊，我听亲手了呢。法海禽兽，哦，哎呀，必为其英雄华。将恩作仇，那是吃头发了吧？怒滚人吓死在了罗威帐口啊！时间瞧着前列腺丢不掉咱的恩爱情，我心脏不好一日三秋哎，你怎么乐了？啊！到你里去，蓬莱山走。这谁能哭出来？眼瞅，他妈想抽你吗你？眼看看战不过我，白刀山口，炸我油条，我跪了，难起心。从业经验，来个油饼，来。战哎呦，就这个出其不意，你知道吗？我把咱恩爱情说明前后，他做灵芝草。
这世界很酷。谢谢。谢谢谢谢，感谢朋友们，谢谢。节目是一场接着一场，刚才二位跟您连说带唱说了一段，下去休息一下。这场又把我们哥俩换上来了，还有我们俩，我们俩给您唱一回。嗯，刚才呀、啊、那个《白蛇传》那是瞎唱，胡来啊，没有那么唱了啊，就是开心。吃的泔水了、嗯。接下来好好跟您唱一回。对了，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唱的演员。您是爱唱啊，打小就喜欢听喜欢唱。是后来学了相声以后呢，说学逗唱，嗯，唱是太平歌词，没错。其实学唱歌啊什么唱戏啊，这都归学，学学人家怎么唱。对，孙老师也喜欢唱，我还凑合，打小就喜欢。是，后来结婚以后，嗯，娶了媳妇儿了。是，媳妇儿也喜欢。哎，对吧？对。我媳妇喜欢，你怎么知道？喜欢唱歌嘛，对吧？嗯。有一次他媳妇在家唱歌，嗯，我给您学学啊。对。哎，等会儿，您刚才有问题？什么问题？我媳妇在家唱歌啊、嗯，你怎么知道的？那么问题就来了，这让我没有办法接呀、啊！这个是你让我怎么过这个坎儿？改群口了，这怎么？我没说这个，我说我媳妇那事怎么回事？你媳妇唱歌是不是你跟我说的吗？我跟你说这个干嘛？我给你学学啊，在家唱。我媳妇是谁在唱歌？我媳妇温暖了寂寞。你看看这范儿。白云悠悠，蓝天依旧，有花漂泊在那一片苍、哦、一个人生活，看见远方天，看什么呢？璀璨的烟火在你的心上，有花像星光。去远方，好丢状了。他媳妇一唱歌，是这位就上阳台抽烟去。我干嘛躲出去？让邻居们知道啊！我没打他。嗨，太难听了，比较难听。是啊，跟我不一样啊。你好听，我当然好听了。啊、嗯，这样吧，我出个主意，哪么样？我唱一首歌啊、嗯，我让你猜好不好？猜什么呀？猜谁唱的什么歌曲？歌曲名？哎。有些难度啊、哦，没有难度。听这个啊，您唱着吧，听听。当你老了，那第一句就歌曲名。头发白了，行了。睡意哎，昏沉。哎，有点意思了。当你老了，又提醒我一遍。走不动了啊。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什么歌？当你老了。当你老了。当你姥爷。哎哎哎哎哎。当你祖宗。我什么时候骂街了？你骂街，你说当你姥姥。你都什么耳朵？这是。当你老了。当你老了。哎哎。猜对了，猜对了，怨我了，我第一句就把歌名唱出来了。歌曲一般第一句都是歌名，你听这个吧，不可能啊，都是歌名，没有问题。雾里看花，雾里看花，雾里看花。嗯，打起手鼓唱起歌，打起手鼓唱起歌。第一句没跑。
让我们大让我们荡起双桨。阿莲，你看这更简单，阿莲，耶，俩字儿。好，听这个啊，这怨我了，这难不倒我，你唱一百首我都知道了，真行。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这名字这么长吗？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你始终有千万种理由，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第一句是让你疯，让你去放纵，以为你有天会感动。关于流言，我装作无动于衷。你再唱一遍第一句。直到所有的梦已破碎，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多想问你究竟爱谁。既然爱就别逃避，给了他的心怎么忍心让你受折磨？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过火。你有毛病啊！你吓我一跳，知道吗？是过火吧？过火。啊，那对。我说我能猜到，我能猜到。听这个啊，还有好的。问一个，唱一个好的。好的，嗯，最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嗯，橄榄籽唱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喜欢。我怎么没听说过这歌啊？哦，橄榄菜，橄榄菜，橄榄菜呀、啊，那橄榄油不好吗？橄榄油，橄榄油，橄榄油什么呀？橄榄树，橄榄树。哎，你还会这歌啊？那当然了。行了。奇遇。哎，对对对，好听啊。您俩，你好好唱，我们听这个，女生这个轻柔。不要问，哎呀，啊啊啊、好听，真好听，真好听，哎呀，那就跟手术成功了似的。不要问，哎呀，啊，你是不是踩电门了？好听，好听。不要问我太阳有多高。我会告诉你我有多真、哎、不要问我星星有几颗、哎、我会告诉你很多很多。大家一起唱好不好？什么叫一起唱？不要问我太阳我会告诉你不要问我我会告诉你很多很多。哎，咱们石家庄是没有 KTV 是吗？啊，有歌就跟着唱哈。可以可以。哎，这是橄榄树吗？你告诉我里边哪句有橄榄树？啊，这不杨钰莹吗？这不？哦，对，杨钰莹，杨钰莹。橄榄树。唱错了，唱错了。不要。不要我。哎，对对对。不要问我到哪里去，改毛阿敏了。不要问从哪儿来啊！不要问我从哪里来，调不对，把词儿改了。不要问我，改德华了。刘德华唱干嘛？你会不？真笨！你听着，不要问我从哪里来。那个我要不回北京吧。我来了。你来吧。你说我得罪这人。别
这人干嘛吧？你不要问我。不，还是您唱着，我就一句吧，就一句，还得您来，你加油啊，加油啊。因为这玩意儿好哄呢。你别听他们瞎嚷啊，他们就为了激怒你，你知道吗？没事，还是你吧，您上过《我是歌手》啊，是吧？您跟李健健合唱过呀，这都没拉上手吧？是吧？您上过专业，您来呀，我来，还得您来是吧？爱听这个这号的。不要问，不忽悠啊！你来。我上过，你是我奶奶行吗？我上过歌手。对，你上过哪个歌手？我上过《我是歌手》那个节目，请您说全。我说唱歌圈这么乱啊！您来着，你们安静啊，玩儿，没点王法。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好，您来。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河南吗？你来。哎，不，你这皮怎么这么急呢？让我唱河南好听吗？问题咱不是说的实际情况吗？我的故乡在河南，都一样。为什么流浪？啊，怎么了？调戏老师来。流浪远方，流浪。你这上《我是歌手》就是不一样，不一样啊！那是，那您不出场，好听啊！那是。其实很多歌啊，刚才唱这歌，这是学人家。哦，学人家。嗯，很多歌，有的歌词好听，有的歌词特别恶心，特别过分。特别过分，有的歌词特别过分，哎，过分，什么歌啊？我给你唱一个啊，眉中间有个红点，裤衩遮住脸，这裤衩遮住脸，你等会儿，不好听，人家不是裤衩，人家红纱遮住，不是裤衩，红纱不好听，好听，眉中间有个红点，红纱遮住脸，不好听。怎么这么难听呢？这个句话啊，还有的歌词不合理，歌词还有不合理。刚才唱那个过活啊，过活怎么了？关于流言，我装作无动于衷。关于柳岩，他装作无动于衷，我不可能嘛，我做不到。哎，燕子。没你我活不下去了。你这都什么手势？不玩笑了啊，别闹啊。武汉之歌唱给大家好不好？好，唱完就结束了。你看现在已经是很晚了。您哪儿瞧着是？我就让你看看白不白，真白，白癜风。已经很晚了，武汉之歌唱给大家，会唱的一起唱啊！好，啊，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啊，五环，
少一欢，终于有一天你会修得奇欢，修得奇欢怎么办，你比无欢多两欢。你看这个歌词它合情合理，它很唯美，很唯美。那个谁夸你了，一起唱好不好？找一找演唱会的感觉啊！天，各位不要吝啬自己的嗓音，咱们嗨嗨皮皮的唱起来啊！什么叫嗨嗨皮皮啊？我的淘宝网店的名字。行了行了，我多余问他卖辣酱。希望大家买我的辣酱。那个五环之歌一起唱啊！啊！稍等一下啊，我发现很多朋友不好意思张嘴唱啊，要脸。你说这我都不爱听啊，什么叫要脸啊？怎么什么年头了还要脸？什么年头也得要脸呢？不要了啊，不要了好吗大爷？老有大爷这里头啊。阿姨，要脸是不是？太对。终于有一天，上面的朋友，这边没有钱的朋友，出人心窝。发现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啊？就是这边的朋友明显没有这边的朋友唱的那么嘹亮，咱们不要输给他们好不好？啊剧就歇了啊，看你们的啊。这边的朋友是石家庄人吗？看这边，你看看，你看这边多不要脸。你看这边手机，你看，哎呀，学着这边，我爱你们。没有出差价去，你比无关。那边喊你过去呢，点你呢。下来，下来，花多少钱？既然朋友们这么给面啊，嗯，我也卖卖力气，怎么着？青藏高原唱给大家，玩命呢！您冷，是谁的？是我，带得来吗？您冷，你们把你带走，知道吗？您冷静一会儿啊！怎么了？青藏高原不是说唱就唱的歌啊！最后那句高八度您唱不上去，你想多了。我怎么呢？我唱不到那儿就死了，死路上了。嗯，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是谁留下千年的期盼？难道说还有无言？拦不住你们，还是那不能
忘怀。亚麻的呀，坏了坏了！我最近看了一个日本电影，我可能一个日本双人电影，亚麻索对不对？哎对，亚拉索，那是亚拉索，亚拉索，我试试，亚试试啊，亚拉索，那就是青藏高原。现在演出已经三个小时了，嗯，基本上所有的正经节目都演完了。对，我不知道大家还有不正经的是吧？我不知道大家满意不满意。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今天小孩太多了，对，就是不正经的东西基本上不能说了，你知道吗？对，小朋友太多了。朋友们还喜欢听什么？咱们可以一起。送情郎，送情郎一会儿再唱。送情郎唱就正式结束了，对，这是规矩，送情郎一唱就彻底结束了，没错，被送走嘛。想听什么？女儿情。哇，我跟健哥呀，这次呵，就全这名儿，我这次真的很是机缘巧合，嗯，这个桥啊还是孙老师搭的，对，我搭的桥，因为李健没有我的电话，嗯，李健到现在他也没有微信，他是一个很奇怪的人，嗯，一直在追求音乐的人，然后托关系找到了孙悦，找到了我，就给我打电话说，小悦，我是歌手李健，嗯，啊，我想让你帮我一个忙。我一听很激动，我说，建哥您说是什么忙？他说我是歌手总决赛的时候，我想请你过来帮我忙，现场直播，咱俩一起唱一个歌，信息量太大了，当时我就崩溃了。我说给钱吗？他说给。当时就 hold 住了，我说好好，我要抓住这个机会上歌手的机会啊，然后呢跟钱没关系，然后他就把女儿情和唐僧抒怀这两个音乐的版本发给了我，我一听我说疯了，我说怎么会唱这样的歌呢，我根本就不会唱，没看过，不会唱，跟那个到了长沙以后我们俩就开始对他唱哪句我唱哪句，他唱哪句我唱哪句，其实第一句不是，最早不是李健唱的，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这两句一开始是我唱的，我是这么唱的，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我自我感觉还唱得还不错，嗯，江哥说这两句我唱吗？人家专业听的可能差点，我说为什么呢，嗯，他说你在这首歌里头你有一个愿望，我说这有什么愿望，你再唱一遍，鸳鸯双栖蝶双，你看你先说鸳鸯双栖蝶双飞，这是你的愿望，哎，是真孝顺，嗯，你的屋还累着你爸爸，这个笑话大爷笑了哈，大爷看了自己的儿女一眼，听懂了哈，双飞它是一个就是很奇妙，行了，很愉悦的活动，对，就是斗地主啊，很奇妙的旅程啊，大妈笑得也很开心哈，那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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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很好。所以说就这两句就改他唱了，因为怕你唱出别的味儿来。我唱两句好不好？好，正经唱两句啊，会唱的一起唱啊。我拉着群众。鸳鸯双栖蝶双飞，好听的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啊，这句不适合你。我听这个听太多了。说什么王权富贵，怕什么戒律清规，只愿天长地久，与我意中人儿紧相随。你看我这人不吝啬，会唱什么？成都，成都，咱不唱了几句吗？会唱的一起唱好不好？从高潮那唱吧。让我啊，是高潮的，因为前面唱了不是啊？从高潮不会了，非得打头来呀？不打头来不会唱啊？尴尬了，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让我。依不舍得，不知你的温柔，一路还要走多久，你牵着我的手，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分别回忆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未忘记你。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和我在石家庄的街头走。你下次唱庄里，和我在庄里的街头走一走，石家庄都叫庄里，直到所有的你会挽着我的衣袖，路的尽头，结束的好干脆啊！咱们串一首也好的，结束的好尴尬啊！怨我了，提前没有把这个地名啊、路名啊准备好。石家庄是庄里嘛？啊，国际庄啊，国际庄，这不还是仨呢？还有吗？叫小班。结婚，结婚，野子，哇，好家伙！怎么大风越狠，哎呦，我心越荡。您是越浪。好了，这歌真难唱。欢乐喜剧人最后一期的时候，我跟贾玲一起唱了一个歌，叫做《往事只能回味》，女神唱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我们还准备了音乐啊，音乐吧，来开始正式演唱啊，好好给大伙儿唱一个啊，往事只能回味，好久没唱了，我不知道能不能跟得上节奏，如果跟不上节奏我就不唱了，跟得上我就唱，好不好？这不废话，我这人就这么随和，来，音乐响起来。
时光难倒回，我只有在梦里想你依偎。像时光难倒回，我只有在梦想你依偎。更好，谢谢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想听的没有？叫什么？叫什么？唱段戏。哦。看清水河。豫剧。豫剧。看清水河。看清水河。啊？大实话。大实话。好，参差不齐，说什么的都有啊。是。我这个人呢会的又不多，哎呀，虽然我长得很帅，但是呢我、哎、呀呀呀我您这个瞎话可能说到了。一个人有自信有错吗？问题是你自信的有点过分了。您哪帅吗？情人眼里出西施，你认为我不帅，他们认为我帅，怎么办？有时候我还觉得你帅呢，对不对？啊你最近是帅多了啊。这像西施了，嗯。说点别的吧。观众朋友们有什么想知道的问题，咱们可以共同探讨，好吗？聊会天可以。微信号，好。这位美女，找你要微信号，把你手机给我来。我偷偷的给你啊，我用你就自己来。发朋友圈呢。有没有不能看的？你不要拦着他，你好不容易站近点儿。笑莹是谁？你为什么坐那儿？他坐这儿啊？你坐那儿，他坐那儿，你俩还聊微信呢？是关系不好吗？马云是谁？马云。哎呦，你马云的微信。哎呦，老马，我送你个照片好不好？这脸真大。你回去。不接男宾，坐好。啊，坐那。回去，别闹，去整容。没关系，不用大整啊。没关系，一会儿给你。偷偷的拍一个好吗？好。你的眼镜不适合你，姑娘。你看上眼镜了吗？哎呦，你瞅你们这样子。龟尿，这都是什么词儿？这都是。龟尿。这天帮你。哎呀，我们也有苦衷啊。嗯。好了，给大伙儿再说一个小段好吗？相声当中就是真实的故事，生活当中真实的故事，说一个孙老师的事情。都是真的。孙老师这个人呐，其实还不错。哟，上过学，一开始说那个什么农业大学哈。他最早上那个学校，叫北京市智障二中。这是他们的母校。你等会儿，母校？母校。智障还有一中是怎么着？你大哥不是一中的吗？你大哥一中的。高峰、栾云平、侯震和他们四个人在一个学校上的学。
掏空了一个，呵，你瞧这仨校友啊，哎，嗯，而且在一个班一个宿舍那么住着，我们还住校，对，老师的非常负责任，经常去检查教室啊，检查宿舍呀，啊，嗯，看看有没有谈恋爱的呀，这智商谈什么恋爱，也有女傻子呀，哎，对，好，配着套，有没有喝酒的，有没有抽烟的呀，还抽烟呢，经常去检查宿舍，是，有一次发现宿舍里有烟味，那是我们四个抽的呀，而且地上有烟屁，哎呦，这个不好，逮着了，一定要杜绝，是吗？要不然对不起你家长。怎么呢？花那么多钱上这个学校，不管理好怎么可以呢？花那么些钱治病就不好，能治病不就治了吗？哦，放弃了啊！发现宿舍有烟味，这不行。是，老师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在办公桌上放了一包薯条，薯条，把他们几个挨个喊过来了。我们四个，高峰，老高，进来。水产系呢？老师好。怎么了老师，有事您告诉我，我去给您办。老师，我跑腿跑得特别快。你看这模样。高峰，嗯，你抽烟了吗？抽烟吗？老师，我不会抽烟。不会，真的不会抽烟。老师，是，还有别的事情吗？老师，啊，奖励你，奖励来一个薯条吃。哎呦，这奖励，谢谢老师。是，这这哎，这是吃薯条吗？吃薯条有这么吃的吗？那加烟卷啊，明显抽烟呢。这抽烟了。高峰，你抽烟了的吧？抽了。臭不要脸，哎呀，还骗我啊，弄死你就得了。哦，带，哦，谢谢老师。哎，这好，那就谢谢老师了。出去了，赶紧传授经验呢。是啊，告诉那三个同学。第二个进来的栾云平，小栾，小栾，进来，进来。老师好，嗯，怎么了？老师，有事您告诉我，我去给您办。老师，我跑腿跑得特别快。都是这套词儿。小栾，你抽烟了吗？抽吗？老师，我不会抽烟。不会。我怎么会抽烟呢？老师，是啊，我在三年级当三好学生已经六年了，我不会抽烟。就九年义务教育用完了。好吧，奖励你，来一个薯条吃。还是这招。谢谢老师。是啊，他知道捏着，拿了一个，聪明。哎，这还不错啊。嗯，就拿一个吗？是啊，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好嘞。对了，好。哟，加这儿了，嗯，薯条有放这儿的吗？别烟卷啊，明显抽烟呢。是啊，小兰，你抽烟了的吗？抽了。臭不要脸，哎呀，弄死你就得了。嚯，滚蛋。谢谢老师。好，出去了。学校不一定谁有病啊，赶紧传授经验，嗯，告诉那两个同学。我跟侯震。第三个进来的侯震。侯老师。老师怎么了？老师，有事您告诉我。老师，我去给您办。老师，我跑得特别快。老师，今天气色不怎么好。老师，哎，您是跟您该敷面膜了吗？哎呀，这个气色不怎么好。老师，我听说你们家那电视坏了 ，TCL 那个电视质量一般，上我们家楼下有个修电视，分分钟给你修好。老师怎么了？老师，老师怎么了？老师怎么了？老师，有事您告诉我。老师，老师。碎嘴猴，这是。我喊你了吗？冒场了。但是我觉得应该该我了，老师。那是那是。怎么了，老师？老师怎么了，老师？老师，我不会抽烟，我不会抽烟。哎，老师，嘴太死，我真的不会抽烟。啊，我问你了吗？啊，老师，你问不问我，我也不会抽烟，真的不会抽烟，真的不会抽。为什么不会抽烟呢？因为我这个嘴没有功夫抽烟，老师。嗨，全说话哟。老师，你看我这个牙是黑的，其实是晒的，老师。好家伙，不闭嘴。我真的不会抽烟，真的不会抽烟，老师，真的不会抽烟，真的真的真的太烦人了，不会抽烟，脑仁都疼，听他说话。来吧，来吧。嗯，奖励你来个薯条吃，还是这招。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衷心的谢谢老师，哎，谢谢我的亲爱的老师。不是代表哪个衷心？拿了一个，嗯，就拿一个吗？是，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好嘞。喝嘴里，哎，吃了，嗯，别干吃啊。怎么呢？蘸点酱，番茄酱。哎，你蘸多了，蘸多了是吗？那就嚯，点烟灰呢，你看了吗？这明显抽烟呢，老手了。侯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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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抽烟？是不是？是不是？你是不是抽烟？你给我滚蛋！你给我滚蛋！你抽不过来，你抽不过来。我们家没有电视，我们家根本就没有电视，我也不用敷面膜，我气色特别好。你给我滚蛋！老师的复述能力很强。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衷心的谢谢老师。哎呀，好，出去了，出去了，把所有的经验都告诉他，交给我了。孙悦，啊，进来，该我了。老师，啊，我进不去。我怎么会进不去？是现有的学校才有的你，然后把你从就吊车吊进来的。就是学校没封顶，不是我进来的。对，我搁棺材里了是吗？差不多，差不多。这位同学有一个非常的神奇的东西，叫做侧身，你会吗？我还得侧身啊。不会，我侧身都不会。那我帮你来，哎，好，把肚子给我，好嘞，好嘞。肚子啊，迈左腿，好，左腿，嗯，哎，迈后腿，哎，后腿，我四条腿怎么着？左腿，右腿，迈右腿，哎，这不进来了吗，宝贝儿？怎么了你？这不进来了吗？老师啊，
那我一会儿怎么出去呀、啊？等拆迁吧。哎，先说正事吧。哎呀，你抽烟了吗，孙运？我呀。什么？哎，我抽这么可爱？我不会抽烟。我、哦、不会。真的？我跟侯震是俩极端。不会。我说话都有回音儿，你看看。好吧，奖励你。嗯，来一个薯条吃。还是这招。谢谢。啊，岳哥。老师。啊，傻子在呢。哎，拿了一个。嗯。就拿一个吗？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来，你搁嘴里。蘸点酱。蘸多了，蘸多，蹭蹭。哎，老师一瞧啊，多聪明，这可能是真傻。真不会，真的不会抽烟。哎，就这会儿，老师大喊了一句：“喊什么？”校长来了。校长来了。再看他。啊，对对，那咱去。今天的演出呢，已经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有请我们今天所有演员再跟大家见一个面子，好不好？好的。来吧，见客了。嗯。一会儿你们挑啊，你们随便挑啊、嗯。来吧，姑娘们。嗯。来来，这是。雷蒙今儿订出去了。对，我很贵的现在。嗯，不好买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第一位，王九龙啊，王九龙，不认识，我的兄弟王九龙啊，张九龄，张九大师兄啊，他媳妇特别好看，那个，哎对，这是他媳妇，孟鹤堂，孟鹤堂，小孟儿，还是演的不错啊，是是是，得到了大家的青睐。哎，这是周九良，我的兄弟，他比我岁数还大呢。靳鹤兰，我的师弟，朱鹤松，朱鹤松。这是我们今天的演出全部阵容。阵容，我不知道对不对得起您的手里的票钱，但是已经这样了。反正退不了。对，反正已经演完了啊。宋情郎唱给大家，会唱的咱们一起唱啊。你叫你穿错了小妹妹的花兜兜啊，小妹妹的不叫你又来呀，二不叫你愁啊，三不你兜兜本是一个金锁链啊，情郎哥的兜尽头啊，小妹妹送我的郎啊，送到了大门东啊，偏赶上这个老天爷下雨又刮风啊，刮风不如下点小雨儿好啊，下小雨儿留我的郎多待上几分钟啊，小妹妹送我的郎啊，送到了大门南啊，水腰中我就掏出来两块大银元呐，这银元给我的郎买上一张火车票啊，这银元给我的郎买上一根中华烟呐，小妹妹送我的郎呀，送到了大门西呀。一抬头我就瞧见了有一个卖梨的呀，我有心给我的郎买上梨两颗呀，又想起身子虚吃不得那两东西呀，小妹妹送我的郎啊，小妹妹送我的郎呀，小妹妹送我的郎呀，送到了大门北呀，一抬头我
就瞧见了王八驮石碑呀，若问这王八犯了什么罪呀，只因为他说相声桌子挡住了腿呀。好，谢谢，再次掌声送给岳云鹏、孙越和德云社的相声演员，谢谢。这世界很酷。